东西拿着赶紧走，有事不要跑店里来，回家把八个儿子照顾好。那行吧。等一下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跟我进来。今天是把模特不在，孙小模出库，你帮我去试一下。大姐，我都170多斤了，肚子又大腿又粗的，别等一下给你撑爆了。要你试就是，赶紧去。那好吧。帮你试好了，你看看还行吗？挺显瘦的，而且还很减龄呢。怎么样，裤子舒服吗？特别舒服，你看我这170斤大肚子啊，全部都能包住，而且这裤子弹力这么大，穿起来啊不紧不勒的。关键这小脚裤型可修饰腿型了呢。对呀、里面还是加绒的，这个天气穿才暖和啊。那这裤子我给你试好了，我给你脱下来了。哎，不用了，穿的这么好看，这一身啊穿着走吧。那谢谢你了。好，我还给你打包了一条，你拿着回去换洗穿吧。谢谢。这钱，这个钱你收下吧，是我们一点小心意。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挺不容易的，就回去啊，给孩子买点营养品，多照顾好自己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就过来找我们就行了。